如果你小子打算跟陌生美女来场线下约会，那你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帽子叔叔的银手镯可不是好惹的。别看它只有两个手环，一旦戴上，你只会越挣扎锁得越紧，因为它有一个天才的设计叫扇齿。套环分为双层的固定环和可以360度旋转的扇齿环，使用时只需要转动扇齿和锁齿卡死，它就只能朝着一个方向移动。你可能会想着用铁丝和发卡解开，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解锁时要把钥匙插进锁扣里，先逆时针推动蓝色锁定杆，再顺时针将红色的锁定杆往下压，将手铐的齿轮分开才能拿出手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同一型号的银手镯钥匙都是通用的，而且如今手铐也进行了升级，不仅拥有了玫瑰色的配色，锰钢的材质再加上棘轮设计，还可以承受400多斤的拉力，哪怕犯人化身大力水手也逃不开银手镯的禁锢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遵纪守法，珍惜自由的生活，也不要和对象常着手铐弓，万一走火入魔，手铐故障了，带来的后果可不堪想象。